惊吓命悬一线之际，仍旧紧闭双眸不动。路易想都没想就施展轻功扑过去，用身体护他平安。就在路易扑倒惊吓的同时，那枚系着红绳的飞镖直直插进路易后背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倒地的惊吓扑一声口吐鲜血，将路易胸口的衣衫都溅成了红色，宛若一朵盛开的红色花朵。惊吓！惊吓！路易顾不上后背传来的剧痛，撕心裂肺般喊着夫人的名字：“惊吓，你快醒醒！” 醒醒啊！这时候，又一蒙面人想取陆毅性命，眼疾手快的谢霄踢过来一张凳子，蒙面人被砸中后倒地不起。姓陆的，先解决掉这些杀手。不知为何，谢霄有种莫名其妙的恐惧，倘若今夏有闪失的话，陆毅可能也就随他去了。陆毅呢？他宛若魔怔般望着今夏的脸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身边穆老和谢霄跟蒙面杀手的打斗声，他充耳不闻，只是看着昏迷不醒的爱人。 往事宛若涨潮的海水，从四面八方冲他涌来。归根结底，是他对不起今夏，是他父亲陆霆害得夏家家破人亡，害得今夏自幼成了孤儿。如今他没护好今夏，就连刚出生的顺儿都跟着遭殃。今夏好有灵气啊！突然，陆毅后背中了一掌，他觉得眼前一黑，怕在今夏身上失去了所有的知觉。陆毅、谢霄都快急疯了，却又分身乏术，他自己也受了伤，逐渐处于下风。 心道：再这么下去，大伙儿当真就长眠于此了。此情此景，穆老彻底怒了。他原本心存善念，不愿伤及无辜性命，可眼下如若再不出手，这三位年轻人可能就真的性命不保了。他越过众人，几步来到空喉旁边，气势如虹道：“谢霄，你可当心了，大敌当前。”谢霄也变得异常聪明，他火速撕下衣衫布角，揉成两团后塞住耳朵。柳树林的夜空中。 洒满无数星斗，闪烁着清冷的光芒，宛若陆毅后被锁中飞镖上泛着的寒光。西南天际那弯弯的月亮，像极了惊吓笑起来的模样。突然，箜篌声响起，初时略带干涩，而后逐渐顺畅，忽高忽低，宛若千里之外奔腾的野马，又似江南水乡女子在耳边轻声细语。箜篌声源源不断，渐渐的，木老将自创的《听柳》弹奏出来，表面上听宛若风吹柳树的声音。 其实内脏极高深的武功，缠绵婉转，声音飘忽，宛若灵蛇般绕人于无形中。陆毅第一次见媳妇儿，那些蒙面杀手毫无防备之下，听见空喉声，起初不注意，慢慢的、不停的手舞足蹈，之后口吐鲜血，倒地不起。穆老虽于心不忍，但这些人往日罪孽深重，他若不出手，今日陆毅等三人必死无疑。想到此，穆老心中的愧疚变得微乎其微。谢霄跑进厢房。 蹲下，轻声喊道：“路易，惊吓，你二人醒醒，快醒醒！”他见二人丝毫不动，又顾忌路易后背锁中飞镖，于是小心翼翼扶着大人上半身，让他坐起来，靠在自己胸前。谢霄吃力地刚扶起路易，低头一看，只见路易嘴角和胸口全是血，脸色惨白，看上去……路易，路易，你别死啊！路易，谢霄顾不上看惊吓，只是狠狠拍着路易的脸颊，哽咽着说道：“穆老。” 你快过来看看，路易这是怎么了？穆老急急匆匆走过来，蹲下握住路易的手腕，把脉的同时望着昏迷不醒的惊夏，一脸的担忧。谢霄的心突然一沉，用颤抖的声音问道：“穆前辈，惊夏和路易怎么样了？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”穆老并未回答谢霄，反而低头仔细查看路易所中飞镖，略为沉思之后，抬手拔下那枚飞镖，拿在手中端详。生死攸关之际，谢霄倒也不笨。 穆老刚为路易拔下飞镖，下一刻他便从怀中掏出汗巾捂住飞镖所留伤口，说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，这飞镖并未伤到要害，而且伤口也不深。姓陆的，你真是福大命大呀！”的确如此，一儿当真命大。穆老在确定飞镖并未淬毒之后，脸上凝重的神色稍微缓了缓，他扔掉飞镖，弯腰横抱起惊吓，吩咐谢霄道：“你背着一儿，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养伤。” 谢霄见穆老的目光看向自己受伤的手臂，因而心中感动地点点头。惊夏功夫不错嘛。西南天际的月亮转到了东南，天色不知不觉已然从浓黑变成灰白。柳树林深处有个极为隐蔽的山洞，依山而建，非常隐蔽。穆老往日闭关练功就在此洞中，因而山洞中长期备有食物和水，非常适合惊夏陆易养伤。山洞中，陆易和惊夏并肩躺在草地上。 甘草堆积得很厚很均匀，人躺在上面甚是舒服。莫老知晓陆毅伤势不重，只是悲伤过度，急火攻心导致昏迷不醒。他去洞中角落拿来药箱，从箱中取出一盒药递给谢霄，示意他为陆毅服下一颗。谢霄顾不上自己疼痛的手臂，赶紧为陆毅服药。莫老又对谢霄说：“你手臂伤势也要当心，此药箱中黄瓶乃金疮药，你自己能否服药？”“能能能，谢谢前辈。” 谢霄外伤甚是严重，倘若不是陆毅惊吓昏迷不醒，疼得他早就哇哇大叫了。谢霄躲在一旁敷药之时，穆老见陆毅脸色逐渐红润，随即转身对谢霄说道：“陆毅已无大碍，我却为惊吓寻些草药来。谢霄，你守在这里，切莫离开一步。”“好的，前辈，您放心。”谢霄只顾盯着手臂伤口，并未发现穆老遗憾的眼神和语气。翟兰叶，穆老离开山洞之后。 谢霄坐在金夏身边，有些无可奈何的自言自语道：“袁大虾，早知晓你嫁给姓陆的会遭受如此多磨难，我说什么也把你抢到扬州，逼你跟我成亲。这陆家简直就是是非窝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快醒醒吧，再不恢复记忆，陆毅这小子都快疯了。”谢霄怔怔的望着金夏沉睡的容颜，心底一阵激动。随即他发现金夏下颌处有两只蚂蚁，可能是嗅到血腥味儿才爬上去的。 那两只狡猾的蚂蚁沿着惊吓嘴角的血迹一路爬行，马上就要钻进惊吓口中了。谢霄伸了下手，犹豫之后，探身一咬牙，抚上惊吓嘴角，去捉那两只蚂蚁。此时，路易恰巧睁开眼睛，斜眼一看，谢霄正深情地望着惊吓，温柔地抚摸惊吓嘴唇。谢霄，你干什么？一股无名火憋得路易脸色发紫。他竟是看错了谢霄，没想到这厮能做出此等事情。我姓陆的，你醒了。 谢霄脸上一喜，随后甚是淡定地说道：“我在捉蚂蚁啊。”